吴清友先生要追求的是给台湾人迈向现代生活的梦想道路。书店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不仅是要服务文学与艺术，而是要让艺术落实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欢迎陈导演。谢谢。其实，在纪录片拍摄之前，导演有认识吴清友先生吗？对他印象怎么样？有，其实我认识他蛮，也算是有点时间了。应该正确的来讲，大概2000年之后，大概我看也快20年了。以现在来说的话，因为最早他们成品有一些相关的影片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就拍摄，就跟他碰到。然后后来他有一些比如说那时候松烟的标案啊，或什么他需要一些影片，我们那时候也合作这样。然后因为这次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来，那20周年，成品20周年，也是我拍的，所以当然我不是因为20周年拍的时候要拍他30周年，是那时候就是才发现，当年其实那对吴先生的一些记忆，对他的认识。那种距离，那种感觉，到现在都一样。那我也不觉得这个人走了这样子，只要陈敏在，我们都觉得这个人还在那边这样。我其实，在10多年前担任公共电视董事的时候，有跟他3年，就是每个月一起开会。然后我感觉他就是很理性、很严肃，可是他也可以从他认真的过程里面看到他的热情。所以其实他的热情是很隐晦的，然后就说，因为只看到他每次都是非常理性嘛，然后讲话有点严肃，也不会乱开玩笑，都是我印象中的这3年里面每个月开会的时候感觉到。所以影片里面好像用的资料片里面也觉得都是非常理性的在谈事情嘛，很少看到谈到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个倒是真的，这个是我们做影片最困扰的地方。就是他每次都是正经八百的，对，讲很多，就是言之有物的那种，就是那种很认真在谈话的。那我想一方面就是他对于媒体的一个态度就是如此啊，媒体的态度。心里下也是一样啊，就是说我说3年里面每个月跟他开会，也没听到他讲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他这样算很轻松，这是他的习惯。他比较轻松的一面。就他太太跟讲的那一段，我觉得，吴清友先生在追他那一段非常精彩。对，我想他太太是真的经历过那个不是吴先生的时期的吴先生，因为当大家开始叫吴先生的时候，其实已经就是现在大家共同记忆的样子，所以我们大家也没有参与那一段，然后也很多。几乎现在除了他太太以外，他女儿也不知道啊。对对 对, 對，所以那一段就是由他，我觉得非常宝贵，非常精彩。他太太说了算了這樣。那时候他们毕业舞会嘛，结果去，我就在那边看，我想好菜啊，怎么办这种舞会？就是根本就炒不热，然后冷清冷清的，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东西不顺眼啦，我就跳下去了，就帮他带了，你知道吗？他就说，因为那一天的舞会，他女朋友误会他啊，希望我能够去帮忙解释一下我干嘛。我说好 ，OK， 我就去了，去根本就没有人，我就知道我上当，我就清清楚楚，这个不是很贼是什么。当然我觉得其实吴先生应该也是有转变的，对，就是有转变。那跟这个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转捩点在哪里？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关键的，在于他身上有这样的一个疾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如果假设吴先生是一个健康的人，没有身上带来这样的一个重大的疾病，那他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
所谓的企业经营者，企业经营者，那他会不会对成品这样的一个前十五年一直在赔钱的一个很特殊的书店这么坚持？其实我是有保留的，我觉得因为我在做这片子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这么多年辛苦赚来的钱全部投资在一个书店里头，然后他明明知道书店的回收是不易的，但他希望支持这些喜欢阅读的人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所以在拍片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声音，就是说台湾是什么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环境，或者对于文学或者是书籍的爱好，会造就了一个成品书店这样的一个成绩啊，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对对对，就是说，在台湾有这样一个书店，你会觉得哇，这个国家人可能真的说非常非常喜欢读书，这样。对对对，整个社会到底是不是啊？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当然我们不便我们来讲啊，我们自己只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可是后来我在做这片子的时候，我发现是不是不重要，重要是吴先生是，他很愿意牺牲他自己来成全别人。所以后来片子拍完以后，我跟很多朋友讲说，其实至少我知道前十五年的成品，你只要去前十五年成品，都是吴先生跟你分享，都是他邀到你家，邀请你去他家喝茶，开玩笑，就是邀请你到他家吹冷气，到他家去享受他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他并没有太容易从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所谓的获利嘛，然后得到那个平衡啊，他还是很愿意分享的态度去做。那后来我当从这个他身体的疾病的这样的一个了解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一个同理的想象，就是一个人在就是生命最茁壮的时候，然后发现自己可能是身上摆了一个定时炸弹，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还需要做什么，有什么事情他觉得值得去做的，他不是就歇手了啊，然后开始拿着他那个可能一辈子用不完的那个，开始游山玩水，享受人生，对不对？他不是，他把自己丢进一个，随时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亏损，随时面对一个无法所谓回收的一个在一个文化产业窘境啊。然后，但是他又坚持那样的一个他完全不妥协那样的一个品质跟然后他开了这么多的成品书店。然后标榜了这个成品是连锁不复制，他不想选用最经济最方便的方式，一个样子走到底，他还要去配合整个每个台湾每个地区的不同的文化特质去调整他这个书店的形态，即使他到海外去到了香港，也是他到香港的那三个店尖沙咀、铜锣湾跟太古，也是针对当地对当地历史文化生活，对做很多调整，就是有社区式的，也有所谓的比较观光的，也是有比较属于年轻族群喜欢的地方，这样子。他其实就以成品的整个经营来讲，对他来说，他是一个在这世界上探究了这个就是这个每个地区文化生活的一个专家。对我而言，生命的来跟去似乎不是我能做主的。那假使当我有一些想法跟理想的时候，我能争取到一些选择的自由，那我可能会比一般的人更为珍惜。所以选择成品大概是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的。其实像我们应该都在成长过程中或学习过程中都得益于成品，我想我们现在都很流行讲文青嘛，对不对？我想电影人也是一个文青啦，对，是是是。所以你在过去二三十年是不是也常会去成品书局朝圣，或者是尤其二十四小时的书店？我记得我自己在二十多年前也曾特别就是在不同时段去，就是二十四小时嘛，所以可能正常时间或者晚上十一点多、一点多、三点多、五点多、七点多不同时间去看看
到底有谁在那个时间会去成品。所以 我相信你可能在过去也会去朝圣，那你的心情或是你如何去看待这样的空间跟自己生命过程的连结。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个关键啦，就是我们在成长年轻人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成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跟现在相较啊，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蛮好玩的啊。那时候好玩的什么意思，就是说那时候要取得一个资料，取得一个东西都非常的困难，没有网络的时代，哎，对对，非常的困难啊！你要想找一个东西，你那个很，就是我们讲很累比，就是你一定要两条腿去走，然后你一定要亲自到一个地方去找，啊，你连电话拿起来要问都可能很困难的事，所以你要去翻箱倒柜要去找，那时候你在渴望知识、渴望一些所谓的资讯的时候。你只有这样去做，可是那个过程很费时，但是其实蛮好玩的，因为那个惊喜会非常的大啊，那个东西是有个过程的，它不是说突然就跳出来，它就是你抓去。那我觉得成品在那个时候适时的出现啊，我觉得刚好，也就是在我们最需要这个呢，尤其它是一个以美术跟视觉图书为比较刚开始的专业的，但后来有对文史啊那些也蛮重视的。对，所以刚开始是艺术，所以我们比较图像思考来讲，去那边翻书，不买只是翻，对，因为毕竟以前书真的蛮贵的。那陈碧，我那时候也没有想清楚说，哦，原来他这个是他们公司的一个精神，就是说所有不管多高单价的书都要给你翻这样子，我是这次做片才发现哦，那以前就觉得翻了理所当然这样子，因为他给你一个很好的阅读环境，所以你也觉得理所当然，这么好的书这么也不能放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让你翻起来可能很怕受伤吧这样，他给你很舒服环境，然后你不会汗流浃背，不会把汗水滴在那书本上这样子，所以你那时候就觉得还蛮理所当然的。那这样伴随着我们在很重要的对自己。这方面需要的一段时间，那尤其我们本来就不喜欢人挤人的，那时候半夜去当然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记得早前我们这种人就不太喜欢睡觉，半夜去对对，就觉得好像有这么一个空间，不是去吃吃喝喝的，吃喝你就可能有点吵嘛，或者那就蛮安静这样，那你不晓得就你也从来不会想，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那种有成本概念的人，就不会想说这种事业到底怎么活下来的。当然后来你说网络时代来了以后，那一方面自己也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开始就是说可能对于一些所谓的知识或者需求的方向就更清楚的时候，你可能在网上的搜寻就会比较说起来有效率的让你得到这方面的东西，那一方面工作也比较忙碌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后来就比较少去，但是就比较少去，就比较20多年前的时候应该常去。然后家里可能有小孩什么，你也不方便半夜跑出来，也没那么寂寞，对对，所以你大概就会渐渐的，你就会觉得，他的这些过去你喜欢他的这些特质，在你身上已经只是成一个记忆，不是那么必要性了。但当我们知道这时候世界也不是只有你需要这样这个东西才有价值，还有很多人接续的，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当然网络对于这个成品书店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越是这个影响很大，所以你越会觉得很难得可贵，对对对，为什么他们还是那么坚持那么坚持，然后其实也我觉得对于整个就像纸本书的这个市场来讲，就是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坚持，也对于这些啊，其实后来你当然发现，就像我们拍片子的人嘛，你说一个电影那你能放到电影院去啊，让大家买个票进去看，那是最高的荣耀嘛，也最高的享受，那种感觉，让观众在黑漆麻屋里面看点片。那你知道，就不管怎么样啊，他回去看一个档案，看个网络，看一个什么手机什么，那当你也很高兴说他会买看你的东西，但是你会觉得那种感觉就是，那我就相信同样的，你说一个写文字的人花那么多年写了本书，那他就相当于是一本书嘛，然后放在书架上面，然后有消费者进到不管买或不买，是在那样的一个众多书的环境里面阅读，
那感受，如果他在旁边看，他会很享受，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成绩。那你不知道说他喜欢你的书，可是在网上看那么三句五句这样子，你觉得是很多人看没错，但是那种感受其实你有种不踏实的东西。那我想这是创作者非常非常非常有感触的事情啊。那如果你不写书的，你或许不会觉得这是有什么差别啊，反正都看得到，对不对？那你在书店翻一本书，搞不好还比较麻烦，对不对？然后你在网上看一下比较方便，可是真的。写作的人，他还是觉得这个感觉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就跟拍电影的人一样。那卢浩浩被对待哈，当以作者来讲是如此，哈，拍电影也是如此。但是我觉得对一个读者来讲，进到成品就感觉一个读者被好好的对待，因为其实，在成品书局出现之前，我印象中的书店都不是这个样子，书店就是你去买了书就走了，他基本上不太欢迎你在那边把书看完。或是会让一个读者在书店空间里面有个舒适的椅子可以坐，或是有个舒适的灯光，盼望你长期停留。我觉得在成品之前，我们去逛书店，大概都是让你找到书，找到就带走买走。你如果在同一本书多换一点时间，感觉就有罪恶感。我就讲实话，就说在一之前，你说你书不买，然后在那边看20分钟、30分钟，你就会有罪恶感。可是，在成品。他感觉是欢迎你在那边停留很久，甚至为了你的停留布置很好的空间，我觉得这是，对我就是从小喜欢逛书店的人来讲，成品书局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我觉得他不是设计的问题，他是那种对待读者的心情，对，我们觉得被好好的对待。那其实这个片子在做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当这个想法可能比较。的另类，我就说，其实吴先生是喜欢创造一种风景，你知道吗？他觉得有一堆书啊，有一堆书架，没有人啊，没有人摆放，他觉得这不是一个画面啊，这不是一个他喜欢的风景。那其实他请了灵眼过来，花钱请你站在那边看书，他会觉得这整件事情，感觉他会有这样，他这整件事情是比较完美的，对他来讲，他这个创造比较完美。他不是说我弄了很多空间，然后摆了一大堆书这样的。那你们都买走，他觉得这个画面，他不喜欢，他对那个人的流动那个东西，像逛百货公司哦那种走来走去，他不喜欢。他我觉得他还是希望那是一个个很棒的一个人追求知识，然后探索生命的那种画面。那对他来讲，他是如果也是一个画家，他要画的就是书架旁边有人在看阅读嘛。那我觉得这就是吴先生他自己想创造的事情。那时候去成品有一种归属感，好像去了一个安心的地方，去了一个属于你的地方。我好像每天要吃一点字才会觉得比较饱一点啊。那么日子过得比较郁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去成品，提了两袋书回家，我觉得我是一个好孩子。所以对吴先生来说，已经不只是阅读本身，他创造了一个非常舒适的，让文字跟人非常的平和，非常的愉快的接触的空间的。其实身为成品书店的读者，我觉得我有被好好的对待。可是我们看吴先生在香港的设计大会的时候被颁奖嘛，然后他的致辞也特别感谢说，除了感谢同仁之外，其实还特别感谢消费者。成品，吴先生一直强调说，成品是一个集体创作。所以集体创作，我们乍听会以为说，除了我吴先生以外，那我有很好的设计团队，我有很好的这些工作伙伴啊，那大家，非常辛苦的贡献出他们的智慧跟他们的努力，对不对？那是叫集体创作。那他这个集体创作，其实他讲。不只是这个，他的团队，他成品公司本身，他更重要的说的就是，这个整个社会的支持，因为这个有时候就在想嘛，就说你觉得你自己做的东西很棒，对不对？可是如果没有人真正来用或来支持，你在那边说很棒有什么用？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成品的一个经验跟一个目标。是在你
这个社会大众的共同期待底下跟支持底下，你的支持是有你的行动，这就回到我刚刚讲，他最希望你就是一定要站进去啊，你要在那边看书，他这个风景才会完整。那你们都不进去，他有一个书架在那边没有用嘛，所以他会当然由衷的去感激这些临时演员，来演他的这些读者的人。哦，那我想这个真的就是在成品这二三十年的30年来，对不对？多少人走进成品，在那边住，好像我们在拍的时候，尤其我们拍24小时书店的时候，你真的非常感动。就是那个天刚亮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位先生这样子哦，你觉得他刚运动回来，背着包包，然后有水壶这样，然后走到那个桌子前面翻下来，然后擦擦汗，开始去书架拿本书开始阅读这样。大概是清晨的6点吧，那你就觉得说真了不起哦，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你在哪里可以做这个事情？那除了你回家以外，对不对？你在一个公共的场域，对不对？哦，然后有一个淡淡的一个很舒服的音乐的陪衬下，在你真正吃早餐之前，我在猜他还没吃啊，因为看到的东西感觉是运动啊，他先把精神粮食先做一个前菜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人。这个完成，我觉得对吴先来讲，他由衷的觉得这是一个共同的东西，不是他只是他成品公司自己的人的一个创作而已。这是我解读到他的一个，在那个设计大会上，他觉得这是一个，因为那个设计大会讲的他的背后的意义就是说，他要颁给的是用他的设计去会改变人生，去丰富人生的，丰富人生命的一个创作者，对。所以就是成品就是一个共同来成品就是一个设计，对，因为他这个就是到了第一个设计，然后他其实丰富了这个世界的人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绝对是个成就，那这也是吴先生，我觉得包括他的团队，那一起共同缔造出来。我觉得像吴清友这样的人，我们心里都很知道什么叫城乡差距。那因此当你离你自己的原乡，自己那个所谓落后的村落比较远的时候，那其实不管你走多远，就说他走到了台北或上海或香港，你心里永远有那个村落，你不会忘记那个村落。那因为你心里有一个村落，所以在你出手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思虑会不一样。你心里有那个村子里头那个小孩，你知道他缺什么，然后你会有一个念头说，我可以为他做什么。